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大嘴贪吃车。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。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嘟嘟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呵呵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呵呵，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雪碧挖掘机，酷宝。跳跳车库车，妮娜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大家准备的礼物，烟花秀。礼物都混在一起了。我们分不清。没关系，今天是礼物交换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互换工作。
唉，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拜拜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带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班班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班班，又见面了。嗨，妮娜。班班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唉，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换工作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乐虎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班班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班班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班班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大大轮子弹啊弹，顶着箱子去送货，这份工作交给我。妮娜加油！大箱子，农场的；小箱子，超市的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渴望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班班，妮娜，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梦想狂欢季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
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哼，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咪，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看哪，我找到了恐龙蛋。大怪兽，来和我战斗吧。啦啦啦，我晒掉我的垃圾车。小心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。这是不好，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阿丽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定是阿丽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她。原来是这样。阿丽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小心。骷髅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在干什么？滴滴舞梦想梦想，滴滴舞拥抱海洋。滴滴舞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飞呀飞呀，嘟嘟嘟梦想梦想，嘟嘟嘟张开翅膀，嘟嘟嘟飞上云朵，飞呀飞呀我来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太危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加速救援吧。大吊车伸长手臂，哐哐哐，救援救援。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。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。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。绵羊车，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。咩咩咩，梦想梦想，咩咩咩，精彩想象，咩咩咩，变成小羊，一蹦一蹦跳呀。